你知道杨芷？肯定知道吧？弄死你，万事大吉。介绍一下，张医生，保定二期工兵科的，打过北伐，杀过人。我从前劈头不是的。那男人婆婆妈妈的。他的事我知道，我的事昨天他也都知道了。站住！早知道还不如早点一枪打死。 回去也能交差，跑不远。我是不是不应该让他们把他带过来啊？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？为什么问我？这一路上碰到的人全都就都不见了。